好，那我们又伸出了一个切割店美工刀，还有一把尺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保护贴切着直线。然后我们这个尺是有钢边的，才不会把我们的塑胶尺切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裁切一下吧。OK，完美。我们来，OK，完美。那我们来比对一下我们的保护贴尺寸。哦，看起来稍微大了一点点。那我们再稍微细修一下。OK 啦，那现在我们的尺寸是完美的状态。那我们把我们的边边角角把它修钝一点点，让它变成一个圆弧状的角落。